哎呀，你看，当时8000块钱买一棵树，现在成这个样了。这马上要下雪了，这个树也死了，咱今天把它杀了，准备溜展给狗子们一盘烤火。来吧，今天把它办了。哎呦我天，这个树别太干了，这么硬了里边，还弄上去还没断呢。你看外边过了，它里边个太硬了。得硬这个。狗娃，哎呀，你来给我打住，挂不断这个。不管，晃不动。哎，阿姨，你看，什么？好东西，木耳。这个是木耳。嗯。不过这种木耳不能吃，只能看。啊。看看，都干了。嗯。哎，弄下走，留白。哎。哼。看，我又找一个。灵芝。这个的。这个造型也好看。嗯。有人带鹅。干老半天，终于给他清完了。大爷，来找车了。好嘞。这个不行，再拆吧。往前走。今天不错，8000块钱的树让人杀回家。过两天咱用这个树看炖一锅肉，给你们改善改善。尝尝这8000块钱烧的火炖的肉怎么样？